Thank you.
这个项链，圣甲就不定的手镯，手型版，神奇！你看我们刚才在那边看三十年，精彩。 Gracias.
大概这个电影三比一。扫一扫，扫到了，扫到了，扫到了，我先扫到了，我先扫到了，象牙，大的，我先。弟弟过来。那为什么奶奶可以确认是太阴？腰间的部分都有手，这个多厉害！这个是最早期佛光普照的前身，后面所有的和佛光普照有关的各个国家、各个宗教的艺术风格传出来的他，这个叫做阿玛纳地狱。对，再看人物的形象，他的父亲的腰、屁股和腿都是曲线，看见没有啊？之前我们今天看到鹿吊扇都是横平竖直的，对不对？但他的父亲的这个朝代开始，所有的身体都有曲线了，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了，更具有识别性了。这个就是最为有名的这个阿玛纳地狱，是由他的父亲和他的老公和弟弟。我买个鲜花。
都会有很多。还有就是，还有就是南的地下。柯林丘、托丹卡文去向。对。埃耶克人。埃耶克人不挪用。我们那有肚脐眼。还有肚脐眼，那是红。月星。菱形的，这个是飞蚊豆，飞蚊豆，太难了。
业。那里是刚刚不是有吗？戴帽子。
我去。我很难。啊，紧致哦，啊，有点像穿红项链，就是这个安全裤，知道吧？下面是小的，官员。
Thank you.
写的不是中文吗？Thank you.
我在想古代是不是也有风景名胜区啊，专门卖木偶给小朋友的。
一百个人也排不到。一百个人肯定排。一百个像你这样的人可能排不到。现在这个心脏也是不好。脸红不容易吧？红出来了。开心吗？嗯，他的胸部好。然后呢？这怎么抽脂？学会雪花石、框解石。
拍完了。这是尸体防腐的那个。你光听，你要看呀。木特的意思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母亲。人家问你，你都不知道。只看文，就是只看身份。
那我们去看吧。
你手不要在上面抹，你抹了有花，那个印子啊被影响别人看了。应该在大英博，你姐姐去了之后，那个好，你是图腾卡吗？你姐姐那时候去了大英博，我都去看。아니면은 아니면은
妈妈，你们要吗？把名字写。